长，饶命啊！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愿意改邪归正。那就给我老实点，听懂了吗？是是是，小的知道了。谢女人，你等着，马子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他明明已经放弃抵抗了。莫督察，现在是末世，你不会天真到认为他是真的想当个好人吧？我如果没有出现这些怪物，那群人也早晚会被送上刑场的，不是吗？可是请你记住，对恶人的善良只会造成更多的悲剧，所以对于这些人渣不能手下留情。这人说的也不完全没有道理，毕竟这些人本就罪大恶极，可他这么年轻，到底是经历过什么才会做事如此果断？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个工地干什么？我叫叶明，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我必须找到它。是什么？我可以帮你。一把钥匙。钥匙？长什么样子？我也没见过呀，不是很好描述，不过外形非常特别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找到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把？不愧是保卫局的人，动作就是快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不是这个吗？造型明明很别致啊。确实挺别致，不过不是这把。切，让我白高兴一场。啊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哪里？就那个方向。确实有东西在移动。我觉得是条狗呢。狗？对，我在这方面预感很准的。我去，真的是狗，还是条二阶的变异犬。该死，好快的速度。糟了，叶明，怎么停下了？没搞错吧，他这是在舔我。他好像跟你很亲热的样子，是你养的吗？不是啊，我家里什么宠物也没啊。等等，你不会是帝皇丸吧？帝皇丸？你什么起名水平啊？它原本是只流浪狗，小时候受伤被我救过，那时候长得圆滚滚，所以就叫它帝皇丸了。我喂了它好几年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。可是这只狗明显是发生了变异，你还要把它带在身边吗？没关系，变异都是一次性的，它既然还记得我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好了好了，别舔我了。这人也不光有冷血的一面吗？大哥，咱们上次派出去的两个兄弟找到了，让他们过来见我。这恐怕办不到，他们两个已经被怪物啃得面目全非了。你说个屁啊！让你着急的其他兄弟呢？到了到了，他们都到了。哦，大哥，昨天这个地方来了个不知死活的兔崽子，还搞折了我们两个兄弟。哥，那俩不是被怪物干掉的吗？给我嘴闭上。总之那个小子很危险，留着肯定是个祸害。哥，你就说让我们怎么办吧。直接去灭了他，绝不能让那小子影响咱们称霸末世的宏图大业。而且那小子身边还跟着几个不错的妞，这里谁立了功，那些妞就是谁的。大哥说的对。阿黄你留下，我另有事安排。啊，什么事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感冒了？没事，大概是有人在惦记我吧。天都黑了，你还要继续找下去吗？当然，直觉告诉我就快要找到了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是曙光，没错，一定是秘境钥匙。
就是他，有了他就能开启秘境，获得大量资源了。一把钥匙，瞧把你高兴的。汪汪汪汪，怎么了，帝皇王？